不是你这么着急叫我来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来了你又不说，我让你见个人。谁呀？等等，他马上就来了。我这还有事儿呢。他来了，你什么话都不要说。谁呀？ 这儿呢，你叫警察干什么？你放心，人家要是想说出来，早就说了。 你到底想要什么？能给的我都给。我就是想知道，小飞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了吗？我那天脑子乱，没听明白。你再仔细说一遍。都已经是那么久的事儿了，提起来也是伤心。他不是外人。就在。 抓进去一个月的时候，小飞有天晚上突然发起了高烧。都这么晚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有朋友来接我。那我陪你等一会儿。真的不用了，他马上就到。那好，那我先回去了。 哭昏过去好多次，后来还是邻居背着我，偷偷把小飞的尸体送到了火葬场。我知道后也没敢多问，怕再难受，就跟着小飞去了。哼，个臭婊子！现在你还瞪着眼睛说瞎话，你，涛哥。 打你怕脏了我的手！你睁开眼睛看看，小飞活生生的站在你跟前，亲手骨肉你都敢动他，天底下有你这样的妈吗？你是小飞，连个面你都不露。 你看他慌到那样，就怕他现在的好日子没了，真该捅他现在的爷们儿的去，让他装。你安排这场认亲是什么意思？想他可怜我们，让他良心上受谴责？ 大家平平静静过日子不好吗？为什么非要去打扰他们？现在心里多难受啊！你高兴了？你高兴了？
进来坐，慢点慢点。哎呦，哎呦，菲菲真乖，哟，菲菲乖，哎，哎，菲菲，来看这是什么？冲锋枪，咱菲菲拿着冲锋枪啊，就成解放军了。来，菲菲，大哥，这是菲菲的衣服和平时用的东西，我都给带来了。你跟人家说，菲菲这孩子肠胃不好，东西一定要吃温的，要不会拉肚子。是。你费心跟人家说，菲菲这孩子晚上睡觉踢被子，人家起来被子比爷爷好。妹子，你就放心吧。这两口子啊，男的是在派出所，女的是在仪表厂。单位效益好着呢，这两口子结婚七八年了，这不没开怀，才想着要领养一个。两口子都是老实人，要不你打听打听，他们街坊同事的，出了名的好人。咱菲菲啊，上到这家，绝对遭不了罪。大姐，这也真是迫不得已了，要不我也不会把知道知道，这自己身上掉下的肉。换了谁，谁也舍不得呀。可是妹子，你得为你自己想想，你还这么年轻，又这么水，谁能看出来你结过婚呢？想找个什么样的找不着。可是咱要带着个孩子，这就说不准了。想开点啊，咱孩子呀，在这家呀，绝对享福。菲菲毕竟不是人家亲生的。万一他们俩以后有了自己的，要不然菲菲当亲生的。没有，你就放心吧。人两口子说了，自己再苦再累啊，也不让孩子受半点委屈。好了啊。你怎么才来呀？等你老半天了，哪儿弄的车呀？你干嘛呢，在这儿？怎么哪儿都有你呀？我想跟你聊聊，耽误的时间我可以付费。你付不起。怎么这么大脾气啊？要不我送你回去，路上就能说完。怎么样？好，不过你得答应我个条件，先回答我个问题。把死麻雀装进档案袋里。是谁的主意？是我。你还算是个坦率的流氓。